那也给大家说了，就是我说很多人现在会在互联网上找共鸣，说他就是我的嘴替啊。其实他只是说了一句极其寻常又无比普通的话，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你就觉得跟他如此的心意相通，好像他把你内心所有的愁绪所有的忧思都说了出来。真正的嘴替不在互联网上，你真正的嘴替在书籍中。自古以来，人们把所有的爱恨情仇、相遇和分离、获得和失去早已摸索、咀嚼、反刍了无数遍。你现在内心一切的感受，他们都已经真真实实的感受过了，感受过了，对，体会过了。所以你现在觉得那种无人能懂、深藏内心、积郁成疾，然后又难以启齿或者无所说起的那种情感、那种忧思、那种愁绪，全部已经被他们真词拙句或者灵光乍现，然后落笔成诗，惊天动地的写在了诗里头。所以那不是诗，那是数千年来人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情感跟你大概是一样的。所以有一天当你发现你能够用词准确而且一语中的，毫不偏移，而且能够全力准确的表达自己意思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你能更好的让人理解，你也更好的跟这个世界相处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在唐诗里，唐诗三百首都在诗里，对，都在文字里。他是清朝的一个人，叫做横塘退史啊，他是清朝的一个读书人总整理的。但是唐诗很多啊，啊，几万篇，这个、版本那他值得这个版本，他值得。对，所以如果家里没有的话，买这本书。当然今天好像书不是特别多，是吧？只有几千人，几千本，可能很快就会没有。但是我觉得让孩子要读一些诗书。有的人也说过，说三千年读史，无非功名利禄啊，九万里悟道，终归诗歌田园。好像从陶渊明起，中国的文人心里就总有一个田园的梦，总有一个诗歌的梦，好像人生最终的归宿永远是接近土地。当然我在想，这是不是一个农业民族的基因啊？好像只有在土地和山水之间，人才能流连忘返，才能抛却烦恼，才能超脱于这些世俗之外，才能获得精神宁静。有可能，但对于现代人来说，抛妻弃子，舍下一切责任，最终回到村庄里头，不见得，不一定，甚至不可能。但是我们即使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在每天重复且无趣的日常工作中，也可以寻求片刻的精神解脱。诗词，它既是中国人的故事，也很大程度是中国人的精神，它也是中国人的历史，而且我觉得最后最真实的写照，它是中国人的审美。就是你要聊这个儒释道，还不见得，你身边的人能说出什么，但你只要聊一两句唐诗，一定会有人理解的。你就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啊，我刚举个例子，我说如果过一段时间，董宇辉这个于老师开个平台，董宇辉创业，董宇辉如果创业失败了，创业失败了那也正常。君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你看，我可以用一句唐诗完美表达出我的情感。我们前一段时间跟于老师回他的江阴老家，于老师教我，他说他们家乡话，港音念，啊，切刀来，来，切刀呀。对，这就是乡音未改，对吧？鬓毛虽。所以你发现总有一句唐诗击中你的心窝，完全的表达出你那一刻的这个场景。大家要想象曾经那些不可一世的才华过人的、极其耀眼的、闪过夜空如明星一般的那些诗人，他们真词拙句写下来的东西一定是非常经典的。就是杜甫所说的一句叫做为人性癖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呀！每天关在房间里研究小金句，写出来能不经典吗？而且这些人一生都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尊重，没有被重用，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所以他写出来的真是凝结了所有人类丰富而纯美的情感。文章赠命达，魑魅写人过，他把苦都替你受了，所以他才替你说出你要的话。你看书就行了。OK， 哇，讲的太好了啊！哎呀，谢谢，太棒了，真的讲的太棒了。这个就是读书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启发。对，啊，所以我当然我也知道，过去这一周啊，很多朋友关注东方甄选，因为发现东方甄选的很多事情让很多人既担心又纠结，然后后来又开心又流泪。我知道这一周你有非常丰富的情感体验，有的人说跟过山车一样，我这跟屏幕跟镜头端另一个不认识的人好像谈一场恋爱一般的这个情感，你无尽的情感其实都可以在这里头可以得到表达。对，我今天找了一些，我还整理了很多，找到自己的写照。对，你看比如说这个事情终于雨过天晴，一切都尘埃落定，我们现在就感到很轻很舒服。这个我就可以用一句诗啊，这个李白所写的，今年特别火，尤其那个长安三万里电影完了之后，叫做两岸猿声啼不住啊，
轻舟已过万重山。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对吧？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未来要做的事情，它确实挑战很多，但是长风破浪会有事，直挂云帆济沧海啊，朋友们。哇，太棒了，对吧？就是总有一句诗词能够把你此刻心里想表达的东西。你看这个陈子昂写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这个其实就是在现在北京这写的。对啊，就是当年他在这写的，而且这是这个当时唐诗出来的时候特别早期的一个人了。哎，你看你这个月夜寓意设地，我们当时在给大家介绍月饼的时候，大家现在都记得东方甄选那个月饼给你带来感动。其实月饼啥味儿你都忘，但你记得那个路从今夜白，月食故乡明啊、嗯、啊！紧接着就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在那样一个日子里，月明月高悬夜空，思念千人。我们所喜欢的那个杜甫，他终究没有成为山间的野鹤，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悲苦的诗人。但也就是这种凝练了人类所有至纯至善的情感的人，让人感动。你想自给自足过不下去，还在那想什么？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哎呀，情怀啊！他真的能共情每一个人。你知道他在这个甘肃天水那一段时间，他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然后看见了从西域，然后这个把脸划烂回来的这个公主。他还同情公主，你自己都活不下去，你还同情着公主，自己在这儿都活不下去，还得想我李白怎么了？天某怀李白，所以写文章赠面达，魑魅写人过呀。他在这还想他弟，所以写的这个路从今夜白，月食故乡明。就是一个人的情感怎么可以纯真、自然、舒展且善美到那种程度？就是后来我给大家讲，张载提一个叫《民胞物语》，你爱世间万物，犹如爱你自己一般。就是这个人是真的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也能理解为什么，就是这我一直觉得这个人特别好。我所有读的书和我看过的诗词，我觉得无意间都会受到他的很多影响。你有朋友多年未见，你突然一见他啊，惜别君未婚，儿女呼成行呀。上次见面老周，咱俩还是小伙子，突然间全是孩子都孩子的一大群了，孩子都快结婚了，对，就是。赠魏八处士，就是杜甫总是一句话就能把人写的潸然泪下。你看这里头写的这个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里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是能听到这个前线的这个到处都是，他就能哭。嗯，你现在听到什么跟你不相关的信息你能哭出来？很少的，很少的。真的有那种至纯至善的情感的时候，人是特别。在夔州写的这个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七言之冠呐，再没人能写过杜甫了，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让孩子们读这些诗呢？因为李商隐写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你还是你，他还是他，只是你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再次相见的时候，真的就你看歌词写多好，不知道是红着脸还是红着眼，对，就是人的情感已经完美的被总结提炼措辞，最终落笔在这里了。你看近乡情更怯，这也是唐诗里头，很多人说一回到老家反而感觉不舒服不自在的。我不知道周老师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对，有时候你 会有一点点就是融入不了，哎，融不进去了。你说你是不喜欢那儿的吗？对，不可能不可能，那是你的老家，你怎么可能不喜欢它？但是你好像确实感觉有点陌生，有点生疏了， 对，有点害羞，有点紧张。对，近乡情更怯啊，不敢问来人。你看，这就是诗词里给你写的呀。那贺知章写少小离家老大回，于老师上次回江阴，我明显的看到他有一种很少见的放松。嗯，少小离家老大回啊，他当年从那儿走的时候，童年时代就会想起，对对吧？你看，你要表达对这个兄弟姐妹的思念啊，对不一样的，你对爱人的思念，对妻子的思念。这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今天给那孩子们讲，我说你现在不能理解这话，你现在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穿着西装的方脸的男人在镜头前激动的手舞足蹈，但是好多年后如果你去大城市北漂，然后呢一年过年没回家，突然一个灯火通明，然后这个灯笼挂满城市的夜晚，你听到你妈妈给你打电话的声音，然后那边说家里放着鞭炮呢，煮了你想吃的菜，你那一刻就理解了什么叫做家书抵万金。再控制不住了，对，你给兄弟姐妹们就这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内心如此强烈的情感和如此这个真诚的用心，为什么那些人都不懂？说短一点，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说长一点，就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那么的清纯透亮，对吧？何必解释给你看？你看董宇辉，这是我，如果我这个新平台弄不成功，那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呢，对吧？送别朋友叫做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天际之来。而且这是一首一句诗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让一个城市历经千年的烟烽烟之后仍然被人所喜爱，被人所偏爱。你看一件事情终于已经了然了，两岸猿声啼不住，对，造化白帝城来了、啊、白帝城，对，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个时候被流放在路上的李白已经到暮年了，然后你再看李白写这个，杜甫写这个叫江南风里归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啊。当年年轻的时候长安城里相遇，你是当时王侯将相的座上宾啊，你是宫廷乐师啊，你那时候大唐这个歌星所有人都是你的粉丝。那个时候呢我也尚且年少，对未来充满着无尽的向往，总相信明天会变得更好，我相信阳光均匀的洒在每个人身上，既慷慨又大方。但是谁能想到多年后长沙的街头相见，我已经垂垂老矣，浑身疾病无处安放，甚至先找一个落家的地方都为难。你当年的大唐宫廷乐师，现在的街头每天靠卖艺求生，弹着你那个破琴，嗯，赏求一点人给你赏饭吃。对，正是江南好风景的时候，落花时节我又遇见了你，就是人生的唏嘘啊，全在这里头。你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他买了个啥来着，以前可贵了买不起，但现在工业制造成本降低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不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吗，我说哎，这还可以这样理解。然后这个你看这本唐诗三百首的最后一篇啊，最后一篇，你知道最后一篇这个亨汤退士整理是什么，杜秋娘，其实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都有存疑啊，历史上他写的是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正好时光珍惜，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好好学习，通过知识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